我今天非常激动，我因为两年前你到纽约这样一个长途去看我，我实在是不敢当。我今天见到你，我又想起51年前，就46年上面你在教我 Operation Cochrane 运算微积分，记忆最深的。你上堂讲课没带书，没有带讲义，全部在你的脑海里面，而且我们还跟不上，这一点实在了不起。你不仅是电机博士，而且你又是戏剧学家，又是诗人，而且呢，我们的王思母啊，那个书法是好极了，画画画，又能够丹青，画画可以叫丹青吧，吴老师？丹青，丹青。所以我非常激动，我因为希望你对这个孙女啊稍微让开一下，看一看。我给顾老师写的《分丝》《心地天》《艰辛工作一华年》《微分运算功无比》是吧？毛的灰灰相过偏的。就是我刚才上来，你每天据说你还是要去买报纸，对啊。你还是要担心，你拿 stick 不拿 stick？ 很简单啊，秀才能知天下事，这是不是？这个我啊，从来没有跟你提出过这个要求，就是等你有空的时候，有空的时候，你随便你给我写几个字，我看个字。好不好啊？哎，你们要帮忙啊！你们的这个儿孙都要帮忙。对对，我是没见过你。对对，我听说过，顾伟华是已经见过好几次。谈笑间，顾老拿出一个信封，信封中有顾老特意为江主席提的字：“和平统一兴中华，天下为公尽大同。”就在人前的一张纸。好。秀才人情一张纸，可是你这张纸贵重了。谢谢。江主席向顾老夫妇赠送了一本反映中国5000年灿烂文化的画册。这里。哦，谢谢。哎，夫人的名字也挺巧。夫人先，一位与顾老同住在学术大楼的美国老太太说，一位大国的主席在国事访问的百忙中抽空登门看望当年的老师，真是了不起。以前只是听说中国尊师重教的传统文化伟大，今天算是亲眼见到了。